好，这边来看一下 WBG 对阵 MRC 的第一局上半场。这把的话，玄乐还是用他比较惯用的一个失常打法。这套阵容说实话呢，你看上去这个阵容好像不咋地，但这个阵容它确实是有那个它的一个思路在里面的，就是各自为战，也不存在说什么配合啊什么的，不需要配合啊，这个阵容就是大家各凭本事各自为战，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救人的一个安排，最终门口集合。但即便如此啊，我完了，小体上来被找到了，空军这边交枪，冷枪，嘣嘣，没用啊，这把枪它无法帮助这个冒险家脱离女鬼的视野范围，那么这一枪的一个实际作用就是这一枪的5到10秒钟作用面很小，除非冒险家消失在监管者的视野当中苟住了，游戏已经进入到了女鬼的节奏。现在其实呢，这个击倒啊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兄弟们把那4个字打在公屏上吧，搏命都被闷了。哎，不过他们这把带了3搏命，我刚刚都没有看，我以为是那个魔术师和那个空军也带了个搏命。这把4抓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啊，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了，过去踹一脚然后回速了，踹你一脚回速做防守就好了。魔术师过来救人，打针队就好了，打针队就好了，就你密码机总量加起来1台半都不到，我这边人已经击倒2次了，我还能追一些存在感。正常来讲呢，作为一个专业解说啊，有自信的解说，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这么闭麦喝茶。兄弟们，我说了4杀，不是的话，对吧？我在后面倒立，就这么简单了，就已经可以下结论了。剩下的你们自己看吧，剩下的叫做2个字，叫折磨。折磨，真正的折磨，就穷者这边受到无尽的折磨。然后呢，艾丽这时候可以开始搓手啊，可以搓搓小手去热一热手了。再套个搏命啊，一样。这个局，玄乐就是在自己平平淡淡、朴实无华的场均4杀的战绩里面再添一场新的4杀啊，就这样了。其他的没什么好说的啊，其他的没什么好说的。不四杀，我给兄弟们发一波大福利啊，发一波大福利。没有任何的悬念，就后面求生者已经无法再打了。就是他有100种办法4杀。而求生者呢，没有一种办法是能跑一个的，就求生者的一个跑，或者求生者能跑一个，能把密码机修完跑一个，完全取决于这边监管者出不出现失误。现在要么求生者这边就是祈祷吧，啊，求生者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祈祷，操作、运营、配合都是浮云。双手合十祈祷才是王道，祈祷他，哎，这也不是排位，掉线也不行。空军这边上挂就锁定了啊，本来也没什么机会，空军这边上挂的话，这边失常 CD 又好了，再踹一脚。我喝口茶吧，喝口茶啊。哎呦我天，是不是折磨嘛？就我都不需要看画面，我现在低头玩手机我都能解说，真的，我低头玩手机我都能解说，需要看什么画面啊？走走走，咔嚓一刀，因为他没有什么那种战局，包括那个节奏上面的一个变化了，就不需要分析。
当那边帽眼家倒地，说实话这套阵容就已经没法打了。当或者说其实当小铁这边吃到第一刀，这个局就已经没法打了。不知道季后赛会不会有所调整啊，但其实也还行吧，反正大家各家都有女鬼，就看看各自面对女鬼的一个那个招式吧，或者说现在还没有开发出来，因为魔术师和调香师的这个配置的话是之前我就给大家讲过的，我是比较看好这个配置的，但从结果上来看呢，好像也扛不住啊。这里挂上空军，哎，空军交自己啊。大龙这边，哎，大龙这波，大龙这波蹲小走位有点可以哦。哎，这波，哎，这波啊，这波可以啊，拖了不少时间，但是没有用啊，因为这边什么呢？这边哎。还想往里挤，挤不进去，因为这边的技能 CD 是好的，我可以切船啊。他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传送的话，好像还真有点什么小小的意思，有小小的说法，但没有传送啊，没有传送啊，不不，有传送，有传送，话都讲不清楚了。哎，可以哦，欢老师还砸块板子，非常的努力。这个时候其实调香师要修机子的，调香师这边去摸空军，其实我上帝视角来看，这波去摸空军并不是特别的好。为什么呢？他这边的话，因为魔术师是个二挂嘛，他这边如果去摸空军，密码机是停滞不前的，你只要密码机修不完就是一个锁定的四杀。因此这一把当时调香师这边先把密码机抢开，再去看有没有机会摸这个空军会不会好一点。空军翻箱子，翻根针也不够，翻根针等到你密码就快修完的时候，玄乐这边的话下一个传送 CD 又好了，因为你空军毕竟是一个交字棋，你两台机子修不完，我只要挂飞魔术师找到空军，将空军击倒以后去追这边调香师，就是一个永远的四抓了。嗯，虽然说在过程当中大龙的空军包括幻老师的魔术师都试图想要反抗，想要去打破这边女鬼的这个暴政，但是无奈女鬼她还是女鬼，强度摆在那里，不是怎么回事啊？传送了，哎，传送了的话，这波要注意啊！空军这个时候不能修机子的啊，这个时候空军修机子，万一吃个回速，他要等这轮回速的一个时间点过了以后，香水飞轮，然后再去修机子的。这边玄乐看了一眼，密码机没动。你看空军这边的话一直没有修机子的，因为这波不能修机子，这波修机子就容易一个回数，因为这个空军是不能倒的，空军倒了游戏结束，空军不倒呢还能够干嘛呢？还能够好像啥也干不了，一刀好再去打空军。哎，能不能把这机子修开啊？这机子，哎呀，修不开，没办法，修开了其实也没机会。那边焦自己，哎，大龙，哎呦，大龙拖的是真可以啊！再砸头，哎呦，帅呀、啊！强势起来了，但是没办法，这边的机子91修不开，这边的机子修开了，他大龙这波牵制可能也不够，要15秒以后那个传送 CD 好了。哎，六的很好，你们可能还没见过六的更好的呢。那天神醉不是神级预判闪现的一瓶香水爆秀，然后四杀。
传送 CD 好了。反抗了，其实从我下结论到现在啊，已经过去了快七八分钟了，就是反抗军这边呢已经尽力了，打了七八分钟了。以后要么这样子好了，就是就他比拼什么的，如果说双方都是四杀，第一局看谁抵抗的时间长，对不对？这个其实也可以的。就如果说打一些有趣的比赛的话，因为女鬼反正都是四杀嘛，就你如果全四杀的话，就比看谁抵抗的时间长。回忆这边还在拉扯，好，马上就要临来最终一刀了。开局那一刀打中，其实就已经注定了是这个，也不能叫注定吧，奠定了这样一个四抓面了。